这高雄市，这高雄市长候选人陈菊甲杨秋兴有哪伫今仔下早十点分别去因家己的投票所来投票。陈菊表示，伊会平常心尊重选民的选择。啊，杨秋兴经过了这选情之后，声音已经收声了。伊即个有哪表示讲，伊感觉伊拍了一场真精彩的选战。十点准时到民生中学投票所，经过选情的抢票，陈菊看起来淡薄疲劳，不过要投下市长票的时阵，伊也是真有自信，将票客观和媒体翕。就是尽力了，那这个就交给选民来做决定。哦，不管选民怎么决定，我们都只能尊重。陈菊表示，投完票以后会回去厝饮茶，心情放轻松，等待开票的结果。对手杨秋兴嘛，同时间伫十点到洪山的投票所。经过前一暝暗会，杨秋兴已经收声。很艰困，但是我应该也算过程也。我认为也相当精彩。杨秋兴肯定家己的表现，嘛感谢家属的陪伴。两名候选人嘛，拢呼吁高雄的选民会使多多出来投票。记者王家川、柯建准高雄报道。